继续来看当有名的跨国假期品牌，亚伯的土土岩丝总量企业强普天奇可以减负点，做一个是全台湾面积前台的。除了讲亚片有卖 TP 的商品以外，味道配合总量是客家种，业者含的亚片大葱的意见，亚种有的客家咖啡糖暂时减，希望同菜体文化牛夹到品牌度红。消费者土亚王就会吃到韩卡油客家米。假使入咗台表，从前有客家年数嘅水电塔拉马，本土人是种常温产，天顶盘水电传统技术嘅起伏意识，两件全台湾最大嘅跨国品牌假使点么，几家展示间有四十秒答。其中很规划的融合客家文化的特色展件，落风转、葱花搭配天边简单的做个电脑，搭出传统到现代融合的美感。我们希望了那个百货公司的其他方面的来参与香港，是不是做得有只空间哈，见到你突然客家文化暗藏着，然后朋友物嘅发通，然后讲一只咖啡汤，一只微缩，你休了的时间就会躺到你客家的生日。希望跟建立它跟在地人比较贴心，在地人贴近客家的文化。长芬陈讲，听听疫情解封，民众买东西的需求增加，搭本季节性的双重进驻，本土人的消费力很下降，吸引民众来消费。在这里要展现出台湾最美好的价值啊，所以这个开幕呢，也会点燃我们疫情之后、解封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地标。业者讲，两间新土人店总了产面积约22,000平，除了加入客家文化之外，还有全台湾最大的景观传统老旧建筑，得到透过景变化景建设土人，为消费者看到老挑白无强融的客种生活概念。客家新闻罗恩塔土人报道。